同个客人一齐逛一逛 University Hill 嘅士巴拿位置，三磅六摆咗只装修入门啦。然后就两边工作台面，呢度就有个工人房，好靓，老婆仔，哇，全部都系绿色。呢边就客厅、饭厅啦、客厅啦，呢个露台仔，素晒，几靓。然后呢度就间睡房、浴室，好大。第二间睡房，呢边就主人套房，哇，好奢华，你睇。一体式嘅，好古色古香。我中意呢个浴室，够胆管，770尺，入嚟系个长形嘅厅，行到最尾，原来有个对流窗啊！呢边就个露台仔，哇！间睡房其实几大，又有个隔窗。呢边就厨房，厨房原装嘅厨房其实都好靓啦，一排个，有三个露台，一个大水槽，一个细露台仔。然后呢度就有雪柜啦，科学嘅。然后呢度仲有一个新拉式嘅，呢度几好用。然后呢个就上菜位，然后呢边就工人房，工人房好大。工人池呢个厨房我俾翻80，然后呢度下次有窗嘅 good， 呢埲墙其实可以拆咗佢，有少浪费。不过呢个睡房啦，呢边就主人套房、浴室都系有窗嘅，由主人房好大，空间又好。三边落到床，基本上摆床摆完之后，仲有一个大嘅 L 隔窗，406尺，露台，长形厅，厨房，哇，你可以睇呢个露个厨房几靓，因为佢呢度有啲，因为露台摆呢度，水槽摆呢度嗰啲，咁呢度可以摆调味料。其实我拍过，不过唔紧要。走廊，然后就鞋柜，下次。当年我哋上年关于个市况好啲嘅情况啊，出口呢件事咧。睡房。另一间睡房。